我的蛋饭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他们做低级的工作。Thank you.
完了，到那个时候。有新兵玩好的。
因为给老人。只要5元哦。市区，他可能是说，他的学校或者办公楼啊，或者什么，闹市区就不让你们了。好多地方就有那个标志，一个喇叭。没有，没有。对，抽烟就没有。那就是可以打到底，就是去打到底，咱是需要时间。对，我们能做到，我们能上来就能做成这样，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品牌。